水满溢装进漆黑的思想较量，平行火花振奋却也彷徨。听我说就跟着光走吧，迈开步伐，光不止一种想象，像探险家披星戴月深入漫画，点燃手中火把，闯入夜色出发，一起走吧，留下探险无数梦的痕迹，一起走吧，穿上叛逆勇气编织战衣，就大声放胆唱，划不完来剧情，并肩同行无所畏惧，照亮出前景。各位中六同学大家好啊，咁好快咧，你哋就會完成咗喺可豐中學嘅中學嘅階段啦。咁回顧翻咁多年嚟講咧，啊，當中有三年咧，可能喺新冠疫情之下咧，令到大家喺即係可豐嘅上課啦，同埋活動都大受影響。但我相信咧，大家喺老師嘅教導之下咧，仍可以學到唔少嘅知識同埋技能，同埋最重要咧，喺咁多年嚟講咧，能夠認識到唔少嘅好嘅朋友。咁而可豐中學一向以嚟咧，都能夠為大家提供一個安全同埋理想嘅一個成長嘅空間。咁但係離開咗可豐中學之後咧，大家可能會面對好多唔同嘅即係瞬息萬變嘅挑戰，好多事情咧都要需要自己去解決啦。我希望喺未來嘅時間嚟能夠發揮到可豐嘅精神，讀時盡力，做時盡責，玩時盡情。同埋啦，運用喺可豐裏邊所學到嘅知識同埋技能咧，去克服種種嘅挑戰，為自己將來創造美好嘅明天。最後，我祝願各位能夠喺未來嘅 DSE 能夠考到個理想嘅成績，將自己嘅個中學階段咧寫下一個完美嘅句號，同埋能夠順利咁入到自己心儀嘅專上學院嘅課程。抬起頭，遇上光芒，踏上未知。第一次我見 Bobby 咧，佢哋俾我嘅印象咧好安靜嘅，咁我覺得都好啊，係一班文靜嘅學生嚟嘅。咁直到去今年啦，佢哋升上去到 6B 之後咧，俾我印象咧仍然都係安靜嘅。不過就多咗一個印象啦，就係佢哋原來咧翻到屋企之後係會默默耕耘嘅，係會努力温習嘅。咁呢樣嘢都令老師安慰嘅。大家好啦，我係 6C 班嘅班主任啦。咁啊，回憶翻中四至到中六三年啦。咁我覺得咧喺開初認識大家嘅時候咧，因為當時係疫情啦，同埋好多網課，咁所以咧好少接觸。咁啊一開初咧覺得大家都係比較文靜啦，上堂都比較少說話嘅。咁去到中五啦、中六嘅時候咧，大家相處多咗，咁我發現大家咧其實都有活潑好動嘅一面。我哋班咧個個同學咧都參加好多唔同嘅活動，譬如有啲同學係學生會四社嘅好重要嘅成員啦，咁啊亦都有同學咧有好多嘅強項，譬如喺音樂、唱歌或者夾 band 上面咧都好出色。咁我有時聽佢哋喺度夾 band 咧，我都覺得啊，真係原來咧大家有咁多長處嘅。咁我個班俾我一個最深刻嘅回憶，就一定係講到嗰個版啦，就係佢哋升 con 嗰陣時。整了一個很大的板，那就是我養的，因為呢我那時候就是 不會上台的，不過他們說怎麼都要我在台上，所以呢他們就整了一個很大的板，用個維康的車就推了他出來，那這個呢就是一個很難忘的回憶來的。咁我覺得最難忘咧就係你哋全班即係嗰時就係 Five A 班啦，咁同我一齊去慶祝曬嗰日咧就一齊應該去禮堂組會嘅，咁就完咗之後咧，咁又同學話有嘢問我啦，咁樣跟住我上咗班房之後，同學咧就即係預備咗蛋糕啊，咁樣跟住熄曬燈啊，跟住同阿 Miss O 咁一齊入嚟咁樣，咁嗰刻其實都真係幾感動同幾難忘嘅。咁另外
嗰個蛋糕都好大個啦，咁係一個三磅嘅蛋糕嚟嘅。咁其實我都係即係第一次食咁大嘅蛋糕嘅啫，咁所以其實都好多謝你啦。咁同埋都係一個好難忘嘅回憶嚟嘅。你哋踏入第二個階段的建議啦，咁其實好多人初本身都話啊，讀完個 DSE 就會係度過咗最辛苦嘅時間啦。咁但係好多救生翻翻嚟同我哋講咧，都係話其實讀完 DSE 之後反而仲辛苦嘅。咁我自己覺得就係可能真係取決於可能唔同科啦、唔同學校會有唔同嘅分別嘅。咁我覺得最緊要大家如果真係入到大學或者其他地方或者做嘢，咁都係可以擴闊自己嘅眼界啦。啊，今年你哋終於畢業啦嚇，咁老師咧俾你哋嘅一個嘅忠告啦，或者一個嘅分享啦，我覺得咧即係做人咧一定要咧係認清自己嘅興趣，咁將來咧一定要揀一啲咧自己中意嘅科目啦，或者係工作咧嚟到去做，咁嘅人生咧先至會開心咧又有意義嘅。咁記得咧喺十二月差唔多聖誕前咧，其實我哋班好多同學咧俾咗好多考復我寫。咁如果個別嘅同學嘅鼓勵説話咧，我係個別特別寫咗俾佢哋嘅。咁但係咧喺度我都好想同大家講多次啦，就希望大家咧 DSE 咧可以考到你心目中理想嘅成績，盡咗自己最大嘅能力就可以啦。咁啊，希望大家咧前程似錦，第時咧可以咧做到自己想做嘅事啦，追逐到自己嘅夢想。咁時間過得好快啦，咁希望你哋都珍惜自己時間。咁三年嘅時間咧就眨眼過咗啦，咁你哋而家企喺個禮堂嗰度咧，其實過咗兩個月之後咧，你哋就考緊試噶啦。咁我希望到最後每一位嘅同學咧，不論係識西班嘅同學或者唔係都好啦，咁你哋都可以考到一個非常之好嘅成績嘅。好，咁你哋 DSE 加油！好，中六嘅同學，你哋就嚟考 DSE 啦，努力一定成功嘅。我方中六嘅同學仔 ，DSE 加油啊！博盡無悔，努力。用功 ，You are not alone。好，祝各位同學咧，今年喺 DSE 入邊咧旗開得勝啦。當然啦，事前嘅準備功夫好緊要嘅。好，努力加油。中六嘅同學加油啊！你繼續努力，一定會有回報嘅。Physics 嘅同學仔都教咗你哋三年啦，見證咗你哋嘅成長同埋進步，我都覺得好欣慰。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咧？大家近來咧多咗一份唔係咁健康嘅緊張嘅情緒。希望大家可以放開一啲，係啦，喺努力同埋投入之餘咧，並不加上憂慮，加油 ！Hello， 師班嘅同學，你哋好。咁啊，雖然我係中午先認識大家啦，咁我想同你哋講嘅就係，我覺得你哋真係好好噶 ，OK， 好可愛啦，好 caring 啦。咁喺剩低呢兩個月嘅時間咧，我希望大家一齊努力啦，咁考好呢個試。其他嘅中六同學都要加油，拜拜。Hello 各位2023年要考 DSE 的同學，我是吕慧宇，这里呢想给大家几句建议的。明白大家在这个时候一定很紧张，很想读多些书，但记得要分配好时间，不要太长，要保持放松的心态才可以打好这场硬仗的。同埋在考 DSE 的时候记得不要太紧张，要仔细审题，记住 DSE 是一场心态游戏来的。相信大家都一定可以做到，加油！普通的师弟妹，DSE 就来到了，
我知道大家都好努力去做 past paper 同做练习啦。DSE 前嘅一两个月咧，我希望大家记住要注意健康啦，同埋去调整翻自己心态，放松啲，同埋唔好太紧张啦。即系尤其是考数学之前啦，咁记住一定要放松心态啦。咁我考 DSE 之前都系休息为主啦，就唔会话全日攞真嚟温书嘅。咁记住 DSE 加油。碰撞年少的狂妄。